来了。韩菜的工都邀起来呀、啊，早放多了海椒是不是？来了，你们来的好早哦，菜馆里啊，七月底就可以了。哎，都开始了。晚上可以接，慢走来了哈。爸，没事，再盛点榨菜哈。好，盛一斤儿哈。夏天用那个榨菜下稀饭可以。这赚钱大哦，过来看。哦，谢谢啊，谢谢你。这个韩菜你喜不喜欢嘛？尝一下不嘛？你煎的时候仔细看一下有没有坏的，10块钱一斤师傅。7块啊？对，也不是7块，是10块。感谢照顾，吃的过程当中有啥子问题都反馈给我们哈。慢走哈，兄弟。那天看盘嘛，榨菜，新鲜拌的榨菜，你10块钱一斤。哎。你多少钱一斤啊？啊，10块钱一斤，师傅，味道可以啊。要半斤。好的。榨菜称一斤哈，娘娘榨菜10块钱一斤，夏天早时候早上下稀饭巴适得很，找了就对了。马上我来倒菜油。师傅，一十一，一斤，哎，全部是今年的菜籽，而且是非中基因菜籽打的。哦，就是要用现金更好。刚刚娘娘说很长块字眼儿拔出去不得了哟，不得贵。我跟你说嘛，那种好点的油，它用油量比较少些。哎，好稳妥。我还补你1块钱，桶桶要除掉皮。来，师傅。哎，装那个装8斤多的，那个装5斤的样子。好的。娘娘，韩菜10块，涪陵榨菜10块。来，新鲜现榨的菜籽油哦。师傅，就给你算99，袋子马上来了，来的，这里袋子，自己动手哈。你捡鸡蛋是不是？谢谢你自己动手。亮亮，手工榨菜10块钱，真心不贵耶。来，哎，新鲜现榨的，没加任何东西。买5块钱哈，马上哈。来，亮亮，那里还差。亮亮，谢谢你帮我扩到了啊，真是5块钱。来，打个小护符告一会儿哈。对的，一斤2斤都可以打。打个小护符哈。打妈妈。谢谢你帮我称菜。这里，这个才是装一票。好。5块钱。我看看，不慌哈，那个是十元。哎，蛋蛋，好多。给了5块。哦，5块收到了。鸡蛋呢？3块是吧？你的10个。1、2、3块，来，51，亮亮，你的也是51。有，亮亮有炒面，在那边的。这个榨菜10块钱，50加3加15个蛋，是不是？啊。好，慢走，兄弟。31。你说还嘛？不用，不说，师傅，我相信你们快。涪陵榨菜10块钱一斤，称一斤哈。好的。来，师傅，来煎鸡蛋。买韩菜哈，找了刚刚7块钱，师傅，给你整点点旺成。那个韩菜拿回去，这个天下稀饭巴适得很。好，收到了，慢走哈，师傅。哎呀，你今儿又跑起来挑子买韩菜是不是？哎，我吃了韩菜。哎呀呀，30个，看点韩菜哈，相信你师傅，反正只要你自己没有输错，来吧，师傅你自己捡哈哈。再装一点点旺成。现在是早上的7点半了，挑在一个人1个小时把它卖完。鸡蛋在这儿。哎，好的，你俩那里有牙签儿可以上。菜籽哟，新鲜现榨的哈，马上我倒，再倒一桶。哎呀，买100斤哟，一个人。可以，没有问题。好，就行了。新鲜现榨的菜籽哟哇，好吃的很，全部是本地菜籽榨出来的。2桶1路称，是202。不光娘娘，我给你转一下哈，脾气都走。哎妈，那里韩菜还有那点了，
空口吃可能有点辣哟。够了哈，菜油吗？新鲜现炸的，你要好多就打好多，11块钱一斤。用两个瓢瓢那个，对。哎呦，咋秤跑到那边来了？哎，对头，5块钱，还好，跑得到底狠点。还哎，对头，韩菜都走那点了，一下签了哈，49。好，菜籽油11，把那边的榨菜哈签了哈。有。最后一点榨菜卖空了，好妹妹，就算你5块钱，没，哎，空口吃是有点辣，那个榨菜，麻辣才过瘾嘞。榨菜卖空了，马上哈，姐姐，等我一下哈。今天榨菜当第一面，鸡蛋第二面卖空，五斤菜籽油是不是？好的，马上哈，我帮那个姐姐把炒米称了来。好，5斤，要得。夏天用那个炒米熬粥好吃。对，哈哈，程序都给我搞成头了哈，亮亮，马上就到开心时刻数钱环节了哈。亮亮，你打大桶的还是小桶的嘛？5斤哈，亮亮那里给你算，50块钱，哎，吹两下就把它盖紧了噻。你买大桶的哈，师傅你打的啦？哎，你是全部买完了耶？就收你100块，亮亮。不谢不谢，谢谢你们照顾了我很多很多很多次了。新鲜现榨的菜籽油是不是？那个是熟榨工艺榨出来的，很香。11，哦，剁在地上啊。好，今天呢，这下就只有菜籽油了。11，亮亮，这个是炒熟了来榨的，能够吃得出小时候味道的菜籽油。我看看有好多哈。25，多了点。小娃儿可以吃，啊，健康的，没加任何东西，健康吃。好，慢走，慢走，好，没得了。蔬菜卖空了，卖空了，所有的东西都卖空了。8:11，今儿下一个早早班，卖完了就到开心时刻。哎呀，叔叔，我今天下了个早早班。哈哈，那你要快死的卖耶？300、500、600、700、100的，今天一共收入2000多块钱，一个人卖，还是卖到了2000多块钱。收摊儿回家，回摊儿。哎呀，我老没事找，俺就卖完了。哎，卖死的卖了嘞。